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开车大神，请大家坐稳扶好，我们就要发车了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嘿，好，嘿，哎呀，总算是没倒。哎呀，妈妈，你怎么开的车，把我的手机都摔地上了？哎呀，闺女啊，不是你妈开的不稳，这次不是因为带着你妈，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快上车，我们走了啊。我们看这回刚才的那位大姐就只有一个人，她的安全意识提高了不少。只见她扶了一下自己的头盔，哎呀，不好，哎呀，摔死我了。我给你们说，我平时从来不开摩托，一直都开豪华车。我开车的时候从来不用扶头盔，因为我只扶我自己。霍腾，哎呦，你们别只看我的笑话，虽然我的摩托骑得有点飘，可是我开车的技术却很高。不信你们上车跟我走，我当面给你们露一手。看好了，减速减速，看啥？停！哎呀，我刚才是太紧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慢点，没谁，不对劲，咋了？不对劲，咋走走走走走一点，雷达响了，没得事，好，飞针，停，好，停，哎呀，刚才是那位大哥指挥的有点乱，要是大婶亲自给我指挥，我准能让你们刮目相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再相信你一次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办，给全国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哎，全国女司机那么多，咱们废话也不多说啊。好，哎，到，方向打死，往后倒，哎，倒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全国女司机都得向你学，继续往后倒。哎，你怎么往前走了？好吧好吧，一定要听我指挥啊，往右打方向，然后继续往后倒。哎，好，回正方向，继续往后倒。漂亮，现在已经调整到最佳位置了，尽管放心大胆的往后倒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停下了？后面的空间还有很大。哎呀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还是自己下来看一下吧。哦，后面空间果然还有很大，那我就不用怕。哎，我说大婶啊，你就瞧好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只要你听大婶指挥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哎，咱这次一定要干得漂亮，给全国女司机做一个好榜样。停，你怎么把人家的房子给撞塌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好了，你说你踩那么大油门干嘛呀？哎呀，还好人没事，幸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。哎，你怎么又撞别人车上了？哎呀，还开这个雨刷干嘛呀？我真是服了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，快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哎，点个赞呗，别忘了分享出去。哎，你们么么哒。